谢谢华导，今天的时间，华导一激动呢，就已经讲，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到了我们的休息了。但是就是我有一个回应，哎，大家还愿意再听一听，花点时间再听一听吗？如果说再花一点时间呢，我就把回应快快的回应一下。这个照道理啊，我是没有资格来，做弥陀僧的这种回应的。那么，但是呢，作为这个，我们这个小平台的这个主持人呢。那么上一次我们的王牧师啊，王伟强牧师呢，就提议搞一次观片会，哎，就让很多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一起来观看这部片子，可以他们最有发言权。那么我就想呢，那么正好呢，我就联络了那个福州的地方教会的，一个地方教会，他们那个有一个那个，带领弟兄啊，是我的神学院的同学，我就给他讲了这个信息。他们，党委会研究以后，他们就决定还是不参与，因为政策的原因。不方便参与，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大陆这个方面的情况，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同时呢，我又联络了另外一家海外的这个，我曾经在那里聚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地方教会。那么这间地方教会呢，他的回答呢，我就觉得我。有一点让我都难以的接受了，他们说我们是属于朱桃树系统的，意思呢就是说和弥陀僧呢并无关涉，这样的话就他们也不愿意来参与，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得不自己来做回应。他们都不愿意出来做回应的话，我就只能自己出来做回应了。那么我们知道，弥陀僧呢是这个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华人神学家，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华人教会的开创者，他是真正的中华神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译成了50种以上的文字，在各国的各宗派教会里边流行。我们这个台湾的有一个那个葛明章牧师啊，就把他的这个属灵人啊，选为代表中国基督教文化面貌的10本著作第一本，他就评价非常高，说是第一本。但是，正像这个弥陀僧他名字蕴含的意思一样，这位在根禅漏尽时分的巡夜人啊，他在历史中的身影是孤独的，他同时也是受到政治批判、神学怀疑、异端指控和道德评判最多的人。他曾经被自己开创的教会误会、罢免而默默顺服。以致多年以后，知道了真相的弟兄姊妹痛哭流涕地将他迎回。他曾经被作为政府打击基督教的重点对象关押致死，但他绝不放弃信仰。在政府的这个放弃信仰就放你回家的这种诱惑下，有片时的动摇。
他的神学曾经被美国正统的大公教会和神学院判为异端，但是这些美国的基督教领袖在仔细地研究了他的神学体系以后，写下了《我们错了》的长篇研究报告，而且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他们是这样说到的：这班人不仅是基督徒，在许多方面更是基督徒的楷模。这一群信徒在对基督的忠信及所受的训练上，要让大多数西方的基督教团体羞愧。看，他是这样来讲的。我们也知道，他遭到了很多的他的这个同胞肢体的诟病。最那个的就是那个香港那个剑道神学院的那个院长梁嘉玲，把他的被他批判那个尼陀生的神学是反智主义。不过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梁嘉玲呢，他这个是给执政党的一个投名状。这是政治批判，我们觉得这是只能使他自己自取其辱。在我们比较多的那个投身的这个改革中的里边呢，有很多的牧师啊，对尼陀生呢也是有比较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就是在那个三元论这个上面。那么我们这个方面呢，等会儿我来分析一下。那么就是刚才弟兄华导讲到的那个叛教者，他讲到的尼陀生呢，他对他的罪人的这个部分描绘的深刻细腻，但是对他的仆人的这个部分似是而非。虽然我并不完全理解尼陀生的神学思想，也不完全同意华导关于尼陀生的见解，但是我认为华导他抓住了最关键的两个字，主仆。我们今天已经走出了政治批判尼陀生的时代，当然也走出了异端指控尼陀生的时代，但是我们并没有走出道德消费尼陀生的时代。对于主仆尼陀生，我们今天应该潜下心来研究他，学习他，纪念他。就此而言，我非常感谢华子哥弟兄的这个主仆尼陀生。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在那个华西圣约神学院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那个有个法学家温小利教授，他不耻下问也来听课。有一天，温教授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华人神学家前有尼陀生，后有王颐，这是两个神学思想完全不同的神学家，来自两个可以说是观念对立的宗派，甚至两人的气质秉性也大相径庭。我相信如果他们走在一起也一定会吵架，但是温教授把他们放在一起，完全跨越了他们各自的宗派、时代、神学，因为他们身上最鲜明的不是这些，而是主仆。这个是两位最忠心的主仆，主大大使用的华人牧者。今天我们在看了这一集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感触哈。王毅牧师和那个尼陀生一样，他绝不为自己辩护，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一点他们是非很相似的。那么我们今天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我们就简单的谈一谈他的尼陀生的恢复。我们也不妨恢复对他的属灵神学的一点初心。尼陀生的
这个属灵神学呢，是应该说属于圣经神学类啊，它就是以圣经为依据，将神学的每一细节以那个圣经来核对，丢去他认为自己不准确、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和实行，恢复他认为准确的、合乎圣经的教训和实行。这个我们有一个律师给那个地方教会打官司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罪证恢复本的圣经也作为是那个罪证的时候，他就问过我，我就对这个事情上面也有一个给他有一些建议。可以说，恢复这两个字就是属灵神学，就是尼陀生的这个属灵神学的核心啊。他的这个恢复啊，抓住了圣经的精神，就在于三个恢复：恢复与神的关系，恢复人的圣洁本性，恢复没有罪污染的伊甸园。我们知道尼陀生的这个神学思想啊，重点不在于它是系统神学，而是生活应用。具体说，就是不是神学，而是学神；不是头脑的神学，而是心灵的学神。这在刚才的华导里边也有表现。这是一种中国儒释道修行的功夫模式，而不是西方传统的系统神学模式。有很多人对他的这些评价呢，我们现在都不用说了。那么就，他开创了中国特色浓郁的实践神学，因其专注于属灵人的造就，在中国基督教像有贾聿铭的道理、王明道的道德、尼陀生的道路并称。我们以他争议最大的三元论作为例子来看一看他的恢复。我们知道三元论就讲的是人论里边的一个基督教系统神学人论里边的一个构成方面。尼陀生的实践神学呢，是从人的造就出发的，所以他的体系里面拥有这个三元论呢，就在他的体系里面有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就是改革中的那些神学家对他诟病最多的地方。好，那么，尼陀生认为，构成人的灵魂体三元素里边，身体和物质与世界接触，是世界的知觉。魂是人格的生命，反映人的独特性，是自己的知觉。灵是以人与神产生关系的部分，是神的知觉。三者功用不同，这个是这个呢，跟正统的这个改革中神学呢，认为这个三元素里边的这个魂不是出于神所造，因此反对他的这个三元论啊。那么我呢，我的观点是这样哈。那么其实呢，三元二元只是神的道在东西方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促进化表达，在基督教的早期，普遍认同的是三元论，如尤斯丁啊、爱任柳啊、奥利金啊这些东方教父，他们就具有这种典型的一种东方思维方式。那么后来呢，因为是混合了许多东方思维的罗斯底主义，他们相信灵魂体所构成的人是小宇宙，把这个三元论呢引入了歧途，导致三元论呢受到了很多的诟病。在此以后呢，基督教主要是在西方传播，在西方发展，出于西方教会的思维方式，二元论成为了主流的观点。在奥古斯丁的时期，那个
二元论成为了主流的观点。到了加尔文时以后呢，就成了唯一正确的观念，三元论就被当作罗斯底主义异端的温床，被大公教会定罪。那么尼托生他作为东方神学家，将圣经的人论又恢复为三元，他的三元论不仅仅是对古教父三元论的恢复，更是加入了中国元素的恢复。他运用儒家的命性道教，佛家的肉身性命涅槃，道家的臭皮囊内丹羽化等修行思路来观察人的造就过程，对约翰福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中的肉身、性命、生命、永生、灵魂、圣灵等概念准确的把握，有明晰的解析，把约翰福音和保罗书信中的人论挖掘了出来，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属灵神学的人论。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他的三元论啊。这个因为他使用了这个儒家修身养性的观点，被一些正统的神学家讥笑为认为即为是以人为本的神学。其实准确的说，他是造就属灵人的神学，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神学，恰恰是以神为本的神学。在尼托生看来，神造人的体是用物质，造人的魂是用精神，而造人的灵是用神自己的灵。灵的重生、魂的更新和体的得胜三个方面的实质，是鼓励基督徒通过自私有罪的魂和体来集合尚未重生的灵，并以此作为获得救恩的起点。这个是他的这个三元论的一些基础理论。那么有很多的这些那个，因为今天太晚了，这个时间占得太长，我把我的这篇文章，以后我贴到我的博客上去，我就不慢慢的来那个来说了，就有很多的那个，我看也有很多是改革中的神学家也赞成了他的，这些思想，所以说这。我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因为太晚了，对，耽误的大家耽误的太久了，你看看有大家有什么意见要对那个华导提出来的，有什么建议，有什么那个想法提出来的，赶紧说一说，我们今天太晚了。就算，赶紧说一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王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听得到吗？听得到。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透过华导演他的心智，就是这个纪录片里面哪一个部分我们被感动的，我们被摸着了，主啊，我们就有得着。主啊，虽然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特别在那个年代，主啊，种种的扭曲不实很考验我们的分辨，我们的忍耐，甚至是我们的包容。主啊，我们恳求主，这过程当中还有许多我们需要学习的。无论如何，我们为尼托生弟兄所办的，我们献上感恩。特别他想到他放下他所爱，单单以基督为他所有的时候，主啊，我们也
反省我们是否我们心中也有什么放不下的偶像。主，我们都不是追求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就在这些过去的属灵伟人当中，可以成为我们激励的，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主，我们愿意先来效法。主，我们知道还有好多集我们不可能一一的播完，主你就来做感动的工作，也帮助我们做推介的工作，可以从华导演的配传里边来订阅，我们来推荐。主啊，我们继续仰望你，谢谢你继续赐福我们下礼拜有个重要的一个聚会，特别是为着为我们坐牢的王怡牧师，我们要特别在他生日的时候要做一个小小的纪念的活动。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也预备我们所邀请的人，我们所预备的小小的一些安排。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谈得太深入，可是里面还有好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巴不得你继续使用这个聚会使用华导演，使用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晚上有好的休息。主啊，把很深很深的一些感动，还有神你透过今天晚上要向我们说的话，让我们存记在身，在心里面，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感谢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谢谢华导，谢谢华导，谢谢大家。好，谢谢华导，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了。